主料，黄瓜40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油盐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将黄瓜切片，将鸡蛋打进大碗中打匀，在锅中倒进少量油，待锅热后倒入鸡蛋摊一会，倒入黄瓜翻炒，待黄瓜颜色微微变黄，加入盐和味精即可起锅。烹饪技巧，黄瓜这类可以生食的水果不需要炒太熟，有鸡蛋的菜不要放味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